各位大家好，我是龙珠鱼秉承老师，今天非常高兴来这边跟各位分享八字命盘的组合分析。好，那么我们现在找一个例子来，我们随便取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人，他姓名叫王甲宇，我们随便取个名字，他是男生，所以说的前面，他是西元1985年。11月4号丑时生，也是中国的农历是74年7月22号丑时生的。那以今年来看，壬辰年来算，他是28岁。好，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先看到这个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要以这个资料来把这个整个的八字命盘表要把它完成排列。那排列完了以后，我们才有办法根据这个八字命盘的排列表来研判每个人的吉凶祸福、七彩子禄寿，全部来由这边来来研判。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出生，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们就把它写在上面。1985年，他是1985年出生，我们这个还是写西洋的西元的10月4号丑时，那这样子分四字下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也另外讲的是四字推命，也是这样子的做法。好，那我们先看看那这个先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把这个天干地支找出来。那1985年呢？他1985年出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周火万年历我们可以翻一下万年历里面万年历我们找到1985年万年历就说1985年。那他的这个天干地支，这一年的天干地支就是乙丑年，所以把这个乙写下去，丑写下去。好，那么再来再看，他是11月，11月也是这个以这个西元来看，他是11月这个月，他上面有写这个11月这月，就是丙戌月。那也把丙戌写下去，好，那再来看这个日了那日有两种，有一种是如果会的人呢，可以用一种五虎遁，用五虎遁来算。那如果只看农民也可以看得到那这样用农民来看，它是7月22号这边农民也写的是丁未日。天干地支，我们把它写下去，然后来看它的时，它时是丑时，丑时这个是固定的，然后要找这个辛嘛，如果会比较有经验的他可以用五死遁来遁那我们把它遁起来这是辛所以这个丑时叫辛丑时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天干地支四字的全部都把它取全了。